咁話師傅，喂，大家表演的是連環扣打拳，有請。
統人情之隊啦。唔該你啊。佢陣間表演嗰陣式咧，就係、是、獅子上樓台喎，啊，係三張台搭起嘅喎。獅子上樓台又係一個好意頭啊，上得樓台就獨佔鰻頭嘅咯喎。好啦，一報好嗰陣先。有冇事咧？頭先我就講咗啦，舞獅我哋睇舞獅咧，就要必須要有睇佢形態啦。咁同時咧，舞獅咧，我哋成獅咧其實係個領袖嚟嘅。啊，喺未舞動之前咧，佢都只不過係一個紙扎品，係一件可以欣賞嘅藝術品。因為領袖咧就必須要開光嘅，開咗光之後咧，佢先至可以舞動嘅。咁啊，自古以來咧，一隻成獅咧扎好之後咧，必須要請一個啊。德高望重的師傅啦，或者一個、社會的有名望的人士同隻成獅開光，賦予那隻成獅的生命力。咁開光的祭品啊，或者呢、這個點睛嘅嘢係用乜嘢咧？祭品首先我哋要燒豬啦、雞啦、三牲酒禮啦去拜神，跟住點睛嘅咧，我哋必須係一嚿薑，係一嚿老薑。薑裏面咧係要盛著朱砂，薑點解要老薑呢？因為呢個薑咧就係越老就越辣，朱砂咧朱砂就愛嚟辟邪嘅，愛嚟辟邪嚇，即係朱砂辟邪，毛筆有鹽有鹽一個碌有鹽，有鹽就同佢耍剩嘅。咁首先食師開光咧就要點佢個眼啦、鏡啦、鼻啦，同埋個嘴嘅，即係嗰個五官賦予咗佢生命力之後咧，就跟住就用有鹽同佢耍剩。有鹽耍剩之後咧，再用溪錢同佢開光，咁嗰隻成獅咧就賦予咗生命力咧，呢隻靈獸咧就舞動噶啦。好啦，準備好未？工人武術健身會。好啦，好，唔該曬本師傅為大家講解嘅。跟住落嚟咧，係由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嘅成獅隊咧，係為大家表演嘅裝陣係獅子上樓台，表演者係包括咗趙麗琪以及劉志浩等等。放就定翻嚟嘅咧，冇可能動。佢哋嘅姿勢第二屆嚟噶嘛？哎呀，見到會唔會掉朵花過嚟啊？頂你後腿底好重嘅。
四分不知係嘛？宣場喺度表演嘅，多謝大家。